Hmm. 三页，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翻开《楞严经》讲义三百五十三页，第一行“会通四科，即性常住”。这个四科。 就是五因六入十八呃十二处十八界啊，五音一颗，六入一颗，十二处一颗，十八界一颗。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包含七大呢？因为七大的名词有点不一样。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称为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七大不是这样，七大，你说火大，就是集如来藏性，周遍法界；水大集如来藏性，周遍法界；风大集如来藏性，周遍法界。啊，所以他这讲四科，就是讲到十八界。底下这一段。 这两个月的课程是开悟的关键，能不能见性，就看这两个月的课程。如果你经文都听得懂，注解一点都不生迷惑。 天经文法的时候没有用意识先没有不解的地方，完全不迷惑，就表示你是见性的人，没有一句听不懂，那么你就是跟诸佛菩萨一鼻孔出气的人，是不简单的人。底下。 慧通四科即性常住，阿难，如有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名体。 说阿难呢，你到现在仍然不明了，一切缘起的浮尘诸幻化像，为什么叫做幻化呢？因为都是颗粒微尘所组合的，啊，都是颗粒微尘所组合的有机体，其实并没有真实性。当初出生，当初的缘起，啊，就是出生。 随处灭尽，一年散了就灭尽了。这个种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呢？叫做幻妄，幻妄称相。为什么叫做相呢？因为它是虚幻，是妄，是缘起性，是空性的，不实在性的。啊，求其体性不可得，叫做幻妄称相。只要是相，通通叫做妄。 一个颗粒为尘是妄，一朵花是妄，桌子椅子是妄，乃至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只要是相，它就是妄。所以佛弟子要认识的是什么？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就是要认识相中的性，相中的性，才是真正我们要找的妙觉明体，就是真心呢、啊。 修习佛道就是要找出这一颗真心，它是幸福的关键，是解脱的关键，是智慧的关键，是了生死的关键，是一切修行道的关键，全部在这一颗真心。你说开悟就重不重要？底下此下会通四科无音，啊，称因是因为。 啊，它覆盖的意思，称六入，就是因为外面的六尘由六个地方进入，而染污我们的清净心，所以叫做入。比如说色尘，透过眼根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啊，所以这个叫做眼入。啊，动静两种生层。 由耳根而入，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当然，这个还分能所了，啊，角度不同，眼根也可以变成能了，啊，比如说眼根，啊，能够圆射程，射程是被动，啊，但是如果站在能染污的话，哎，站在能圆，啊，那么就是眼根攀缘射程。 啊，站站在能污染，那么就是外层为能，眼根为所，所以这个互为能所，看站在哪一个角度，所以六入就是由外层啊来透过六根而入于心中染污了我们清净自性，所以称为入，来入于我们的心，啊。 十二处就是六根，还有六尘，十八界，一一诸法观相生灭全忘，啊，所以这个佛法它就是把复杂的啊人生跟宇宙归纳成简单的理论，让你更容易下手。尽归人生宇宙就是生命，就是无常，就是缘起，就是空，就这样子。 啊，论性即妄皆真呐、啊！如果讲本性的话，你妄本空，那通通是真心的显现。上科无有结文者，正因为上科所显，见经向妄性真，但也禁忌跟踪啊，就禁忌就是就就是在跟踪里面去讨论，其实可以扩大。 实则量周法界，意思就是整个法界尽是如来藏性，其整个虚空宇宙其实就是你的财富，只是因为你的执着，越执着的人就越贫穷，越不执着的人就是越富有。为什么？把胸量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啊！一直执着的人，只要一点点小事情，他就享受不到生命。不管你有多。 多么的有钱，啊，或者住几层楼，或者是有什么名牌没有用的，这颗心你没有找到解脱的思想，就是让你轿车啊、美女呀、啊、房地产那、啊、一大堆得不到幸福，因为幸福从从这个地方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来自一颗解脱的心，真正幸福来自一颗智慧的心。 真正幸福来自一颗佛陀的心，快乐从懂得分享开始。底下啊，时至量周法界，片为诸法实体，故以汇合融通，色事归离，会相入性，以明情与无情共一体，处处皆通真法界。闻那一气贯下，是以不竭，从此不复称见经，见性之名。 改称为如来藏，为什么改称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它是一切法的总合体。六根汇入就是如来藏性，六尘汇入还是如来藏性，六世汇入还是如来藏性。就像啊啊，百川啊纳归大海。如来藏性，六根六成、六尘、六世一十八界，没有一法。 不是在如来藏性里面转，不是如来藏没有一法能离开如来藏性而起作用，只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真心的作用失去了，而都是用妄，夹带无名无始的见病在作用。见性一一根是别，藏性是六根是总，但是总别亦称十五一体，体性是一的。此刻仅存上文，不但见经向望性真。 乃至一切诸法无不皆然，也就是一切幻化之相。三五四亦复如是。如因如一未明了，今当为如是之浮沉者，虚浮不死的沉静。为什么叫做虚浮不沉不死？追求到快乐的沉静，痛苦他就来。 像我看到今天的报纸啊的，的韩国的前总统卢武铉自杀，啊，这贵为总统，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而今安在哉？《赤壁赋》里面讲的“而今安在哉”，现在在哪里呢？是可以知道，世间人说追求权力、名利、快乐，其实是追求痛苦，是追求痛苦的，因为它是生灭的。 是缘起的，是幻化的，是不是？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内心去找快乐，不是往外的。无而忽有，一幻；有而触面，一化。无而忽有，啊，世间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哦、我们没有这个讲堂，哎，缘起了，突然就有了啊，有其实是幻化的。 是，它是缘起性的东西，啊，啊，有了，又上了生命了，啊，一下子，哦，我叔嘛走了，往生了，啊，再过几年以后，哎、呃，我也走了，啊，再过几年以后，哇，法师也走了，一个一个走了，哎、啊，这居士啊，一个一个走了，啊，等那一天呢，我们的亲戚来说，啊、哦。 我那个叔、啊、舅舅的儿子突然肝猛暴性，哎，肝癌，是的，他也是练剑宗的，年纪比我小，哦，突然听到，哦，我吓一跳，我说，哎呀，那那前前一阵子才来看我啊。 哎、呃，那一天突然听到走了，五十多岁而已，所以常常听到今天那个人往生，明天那个人往生，后天那个人开刀，大后天那个人突然车祸，哎、呃，再过几天在报纸哇，儿童怎么样又被他爸爸妈妈打死，这一下子就消消失的是是生命速度快，所以邪佛啊，他不能等待的。 不能等了，啊,啊！这由而触灭叫做化，如空花镜像梦境，啊！如果加一个中，那就更清楚了。如空中花，如镜中像，如梦中所现之幻境，啊！空中本来没有花，因为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花，啊！镜中像，镜中像没有实体啊！ 那只是影像而已啊，如梦中之境，梦醒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初出生，身无来处啊，随处灭尽了，灭无去处，不过徒有幻妄名相而已啊。所以一切众生都在追求虚幻的东西，前无实体可得，称即名也，上名相望，其性真为妙解名体者，其次。 是指一切浮尘之相，性就是相中之性，相虽望而性原真啊，此名性真，以浮尘幻化之相，相不离性，其性即是众生妙解明体，无相而能现相，故谓之妙。虽现诸相，乃是本节暂明之性，而为诸法所依之体，即此自虚幻之法。 本来本来无体，即名无体之体，即是妙觉明真体。啊，为什么叫无体呢？相是无体性的，真心是有体性的。相看得开，有体性的真心就显现，妙觉心就显现。啊，你不能说连这个般若涅盘妙心都没有啊，那那怎么修行呢？所以啊，这个是真体呀、啊。如虚空花虽自希望。 花题即是空体，即持自虚之法为能力，立名下文，引入促界，事事有法，令其比例发明，令之一一向望性真。这句话就是关键。向望当体即空，真心就显现。换句话说，向看不看，看不开的人，没有办法入佛的境界。 碰到一念贪，你与佛隔绝；什么事情起嗔恨心，是嗔恨心不断，你与佛隔绝；嘴巴不清净，是非恩怨不断，你与佛隔绝；一向是望你看不开啊，对不对？啊，做法事的人来看到，啊，别人出名得到大供养，心生嫉妒不满，这个人离佛太遥远了，没不懂得随喜。 不懂得佛的心，哎，看到越出名的人，看到别人越有成就的人，看到别人得到大供养，心生欢喜。哦，佛教又出了一个人才，随喜要这样赞叹，这个比丘的心，啊，就接近佛。这个比丘尼的心就越接近佛。出家人这个随喜功德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自己不行。 啊，我们谦卑很好，但是看到别人比我们成就，我们赞叹，所以向往性真。诸位，这一句话禅宗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叫做“解福从心，无关于处”。这一句话可是生死的关键，修行的关键。解要解脱，福就是束缚，要解脱跟束缚是重新下手。 无关一处，跟相没有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意思就是不着相，相空，性就显。所以解佛从心，无关一处。你真的要入修行吗？要入佛的三昧吗？要开佛的智慧吗？要明心见性吗？就是从心，无关一处，这是关键。 所以认识这一颗真心比认识金钱还重要。认识金钱不一定会得到幸福，不一定了哈。也许你有钱会很幸福，但是认识了这颗真心呢、啊，有钱没钱都幸福。啊我就知道这个是画画的。所以什么是佛？用最少的欲望，最少最少最极少的，日中一时啊，数。 树下一树啊，用最少的欲望，只要能维持这个色身的能量就行啊，然后把这个精神、灵异、智慧升华到最高点。所以，佛无所求。这一个人做到这样子啊，哪一个不解脱？对不对？哪一个不解脱？所以，令之一一相望性真啊，即是即离啊。 出名幻化象极真，好。底下会世科法极真，如是乃至五音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为什么叫加虚妄？因为本来不生呢、啊。现在缘起你讲生，告诉你生当体即空，就是无生。所以生。 是希望的，记得假借因缘而生，就是妄生；假借因缘而生的，是希望而生；假借因缘而灭的，也是希望而灭。换句话说，这个世间从人生跟宇宙的观当中，无一法不是幻化的，没有一法不是缘起的。 换句话说，这个世间人生没有一种东西，它是永恒、是实在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东西。只有靠自己的真心跟智慧。如是之法之此，谨承上文，如是之虚幻之法，善且向望性真，历显世间所有诸法，乃至无印六入色出十八界，即如是。诸经论中多皆啊。 因处戒三颗，为此楞严经加入六入一颗，因为圆通法门推重啊这个根性，从六根性下手。诸法虽多，四科之中，颗颗收无不尽，以一切诸法总不出心色二法。因为对机机就是啊根气，因为要对根气。 开是不一样，就开和开就是广说，哎、呃，广说；和就是少说，啊，所以开就开设啊，多说一点设法；核心少说一点心法，开心多说一点心法。比如说无印，无印是受想行识心法就四个，受想行识就四个合色。 就变成一，所以开就广说。如果要广说心法啊，少说色法，叫做开心合色；如果要广说色法，少说心法，叫做什么？开设核心。哦，哎，底下说广列有益啊，就是广说和列说有所不同。一 为迷心重、迷色轻者，迷心对心法比较不了解的，就多说一点心法，啊，那么对色法不比较不执着的、比较不迷惑的，就少说，所以叫做和色法就是少讲，把色法集合起来，啊，一切法有形象的，通通叫做色，哎，但是多说心法，开心就是把这个心法多讲。 和色法为色因，开心法为受想行识是因，啊，就是心法广说了，乃说五因。二为迷色重，迷心轻者，对这个色法比较不了解，对这个心法比较了解的，迷的迷没有那么重的，因此，啊，就和心开色，和心开色，和心法为一根。 一根就是代表一切心呐、啊，在为师的名相叫做第七意识啊，也就涵盖一切心法了。开色法为五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啊，身根。六尘就是色、色尘、身香味触法啊，说十二处，所以说十二处的意思就是说色法。 五根加六尘有十一处，而一根就是心，就是只有一个，叫做合心开色，六入一染，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入，只有意是心，眼而、耳、鼻、舌、身是色，所以六入一染，六入一染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开色核心，叫做六入一燃开色核心，第三为色心二迷聚众者，对色法也迷，对心法也迷，那就开的更维系，讲多一点，心色俱开。开心法为一根六四共七种，一根是一，六四是眼事。 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开心法为一根加前六式，总共就是七种心法。所以一根加六式，一加六就是七。开色法为五根六层，五根六层加起来就是十一，这、就是色成色法啊。那么上面的七加十一。 就是十八界，简单讲就是六根、六尘、六识。第四为心色二迷俱清者，心色俱合。但说啊，二法就是色心二法，皆可以收尽一切诸法。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世间不是啊，不是精神就是物质。啊，色法就是物质，心法就是精神，就这么简单。 但是佛教讲的心法非常的维系，佛教讲的设法也非常的维系，但不同于啊物理或者是化学家所讲的。但说二法皆可收尽一切诸法，此四科法合上一切幻象。为什么讲幻象呢？只要是象上面一定是是一加一个幻，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 一种像，它不是颗粒微成所构成的，就像我们这个色身也是细胞所构成的、啊。骨质、骨头有骨质的细胞，血管有血管的细胞，皮肤有皮肤的细胞，头发有头发的细胞，那就是通通是细胞啊，对不对？啊，诸位把讲义请出来，这本今天发的讲义这一章，万有啊，万有就是一切法。 万这个有就是法，万法，万有这个万法如何来归纳呢？啊，把它归纳起来啊，因为我们这个这个不是今天所讲的重点，这个是唯识学里面讲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样才有办法辅助今天的更啊容易理解，所以把这张列出来，因此不能耽搁很多的时间，就稍微注意一下听。 这个心称为心王，叫做啊心王八世，或是或者是称为八世心王，意思就是心王有八：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摸裸视、阿赖耶视。我们称为心法，或者是心品。我们常常常常称为八世心王，八世心王啊，简单讲。 就是原外境的精神主体性，就是心王。原外境的精神主体就是心王八世或者是称为八世心王。有八，往左边看，心所有五十异心所啊，有受心所，有想心所，因为这两个特别的强，任何一个人接触到外境，一定有种种的感受。 啊，一定有种种的妄想，所以这个受想个别列出来，就是两个心所。那么这个行运呢、啊，就是四十九心所，四十九心所。哎、啊，好，所以心所心所犹如大臣啊，心王犹如,如国王，国王出去旁边一定有大臣，没有说国王可以让你单独出去的。 眼睛见一切设法，一定会动念，看你动什么念。比如说啊、呃，我今天眼睛看不顺眼的，这心锁；比如说嗔恨心就起来，哎，就配合心锁。耳朵听了一句不顺的话，那嗔恨心就起来，心锁的嗔心锁就起来。哎，如果这个人很有善根，就不一样了。 啊，他、哦、内心里面的想说：“我要来听慧律法师演讲。我这个楞眼镜啊，难能可贵啊！来眼见佛像一啊，耳闻正法，内心里面产生慧心所，还善根心所，叫善心所发现。这这个人呐、啊，接触到三宝啊，时时刻刻都是善，善啊，绝不容许去造一一点恶。” 所以，国王一出现，善良的大臣就跟在旁边，叫做善心所配合新王演出。哎，国王出门，哎，这个大臣一定跟在旁边。跟的问题就是，这个大臣跟的是治国的良臣，还是害国害民的奸佞的大臣？就看你怎么跟了。 跟着贪嗔吃，这个是奸佞的小臣了、啊。这个国王完蛋了，对不对？八世全部被污染了，全部被污染了。他的四周围这些大臣，没有一个会忠心耿耿啊，没有智慧的心锁，没有定心锁，没有善根的心锁，没有惭愧心的心锁。你像这个国王，怎么会好？ 哎，所以国王会配合着大臣，所以这个心锁有五十一心锁啊，有好的心锁，哎，有很恶的心锁，啊，恶之见的心锁，就外道，他就是恶之见的，没有正见了，没有智慧嘛，啊，天经文华，哎，就是慧心锁配合八世心王，智慧的慧，哎。 好看，往往左边看，设法就是十一啊，所以八加五十一再加十一，设法是十一啊。设法往下看啊，是设法往下看，就是五根这个设法有一条线画下来，设法五根五净法出五啊，法出色的旁边就写法尘了啊,啊，法尘。那么这五根啊。 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也是属于色法。五境，这个境的底旁边写一个尘，就是五尘呐。五境就是五尘，色境就是色尘，身香、味、触法。五境就是五尘境，五层境法触色在旁边写半分心法，半分色法叫做法尘。啊，因为它是这个法尘是。 前五世落下的影子，落下来的影子，残留在意识里面，所以是由设法半分的设法引起内心里面的分别，所以你一半是意识先，那么一半是色尘，啊，因为啊，这个法触色是第六意识以一切诸法为所言，简单讲，法触色。 就是我们所讲的精神，精神作用啊，啊，种种的受啊、想、行啊等等，这个叫法境。所以这个法处色呢，啊，虽然它是色，可是不是外面那种色，因此叫做半分心、半分色，一半一半，所以称为法尘啊。啊，前五世前五境，前五世攀岩啊，五尘落下来的影像。 内心里面自我分别，也借重色尘，也借中，啊心意识，所以半分心半分色，叫做法处色，叫做法尘。所以啊，色法就是五根跟六尘的意思，总共加起来五根加五尘就是五五尘净加法处色，五加五加一就是多少？就是十一啊。好。 往左边看啊，万有的底下左边看不相应，不相应的旁边写二十四不相应法。二十四不相应法也不是心王，也不是心所，也不是设法，但是呢是由设法、心王、心所三位假立而成，称为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法，啊，比如说时间，本来就没有时间了，是因为我们呢、啊。 假借设法，地球的运转啊，星王跟星锁的分辨，哎、啊，变成啊，创立一个一个啊，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概念。所以，时间它是一种概念，空间它也是一种概念，叫做心不相应刑法。这个我们在《白法明门录》也讲得很清楚了。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就简略提一下啊。 左边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六，啊，有六种无为法，啊，诸位啊，啊，这整排加起来就是心王八、心所五十一、设法十一、不相应刑法二十四、无为法六，八加五十一加十一加二十四加六，刚好等于多少？一百，一百就是要做百法名门论。 就是白法好，好看第二行啊，平行看下来，色受想行识，色法就是五根五境法处色，心所就是五十一心所，五十一心所把受心所还有想心所特别的强烈列出来，还有就是行啊，就是四十九心所，行应四十九心所啊，那么心不相应行法就是。 行运里面的，啊、呃，再来四心所，这是八四，四心所。所以注意看，色受想行识，是色是设法，受想行识是心法。哎，所以你要写一下啊。所以在色受想行识的旁边写五音，五音呢、哦，你很清楚的看啊、哦。五音，受想行识就是写一个心。 很清楚的写，合色开心，合色为一，开心为四，合色为一，开心为四，就是五音。啊，往下看，啊，设法是十一，再看底下，啊，看底下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把它挂弧写六入，六入。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啊，眼、耳、鼻、舌、身，这是这是色，意根是心啊，所以用一线，呃，引上来啊，引到一个五音的底下，恰到好处的空间写六入，六入，好，这六入啊，在旁边呢、啊、写核心开色，核心法为一根，开色法为五根。 所以这个是六入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啊，眼、耳、鼻、舌、身是色，意根是心，叫做“核心开设”。核心为一，开设为五，一加五等于六，就是六入。好，注意看中间：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色净、身净、相境、味净、触净、法净，在旁边写十二处，十二处。 十二处的旁边写核心开色“核心开设”，“核心开设”为什么写“核心开设”呢？“核心根”为一，就是一根；“开设”有十一，开设吧。好，念一遍：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是色；一根，这是心；色净、身境、相净、味镜触净、法境，这个是色。所以十二处，核心开设。 和一个一根开十一个设法五根加六乘五加六就是多少？就是十一。好看底下十二处的底下啊，十二处的底下里面有七八四生根，有七八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由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生根，第七意识。 执着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所以生根怎么来的？就是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本来无我，但是第七意识强加一个“我”的概念，所以这是第第七意识的见分以大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换句话说，见相二分本来来自自体分，可是强烈的加一个我值，还有法值，那么生根就显现出来了。就是七八二四，就是变现出来的，就是生根。 就是根生器械种子嘛，啊，那么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一根称为前六前四，六前四。诸位，这个一根啊，啊，有两重含义，啊，如果是站在前六世啊，一个归纳核心归啊核心开设这个一根，就表示只是意识。如果说啊。 站在唯识的详细的八识来分析，那么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那么第七意识就叫做一根，第七意识叫做一根。在这个时候的名词，一根就是第六意识的依靠，意第六意识的根。啊，意识的根称为一根，这个时候是指第七意识，而在这个地方它是指前六识，只是方便说啊。 一根，因为前面眼根、耳根、鼻根、身、舌根、身根，一根都有一个根，所以在这个一根是指意识，不是指第七意识，这个要特别注意。好好再看最下面十八戒，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色净、身、净、香净、味净、触境、法净、眼色、耳色、鼻色、舌是,是、身是、意识这最钝根、最差的根器的人啊，佛啊！ 通通开，色心二迷俱开，啊，色心二迷的人很重的人，心法跟色法通通开。好看一下，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是色，就是五根，一根这是心，就是一一啊。色净、身净、相净、未净、处净、法净，这是色，这是色，底下写色啊，色就是六六层呢、啊。 啊！最后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这是心。好，前面眼根到身根，色就是五，就是五根；意是心是一，就是一根；色境到法境，这设法是六，就六层；眼是到意识，心法是六，是六四。啊，五加一加六加六就是十八，十八。好，心法呢，总共多少？ 一根一个，一根一个，还有演示到意识有六个，所以心法是一加六等于多少？七啊，设法是五啊加六，五根加六层等于多少？十一，十一加七就是十八戒十八戒。哦、啊。好，请翻开《楞严经》表解三十八页。 请翻开《楞严经》表解三十八页，左边心色开合表。心色开合表，为迷心重则说五音，一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归纳成性法。为迷色重则说十二处，十二处六根就是六入：眼、耳、鼻、舌、身、啊意。 只有意是心法，色身香味触法是法是色法，那么就是前面五根加六尘就是十一啊，十一种色法一个心法。第三为心色记迷，则说十八戒，六是六根六尘六是就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有六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 那么六四还有六根里面的一根，总共加起来七，这是心法，啊，六层色身相位触法，六根前五根还有六层。五加六这色法，就是十一，十一加七就是十八戒。看左边为心色既不迷者啊，就是比较轻一点，就只要说啊，万法都是心法。 跟色法，万法不是精神就是物质，哎，心色二法即可了之。好，看了这个，啊，再回归啊，这个原来的经本，这这下来啊，就好谈了、啊。要不然，什么是开，什么是合，就会很迷糊。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再讲下来就非常的啊快。诸位啊，看三百五十五页。 中间，因缘合合，希望有生，就是指四颗心，四颗就是五阴六入摄出十八界，摄诸法心摄诸法不离因缘，先就心法来解释。夫真心接待，战极长恒，不假因缘；而六种染心，虚妄生灭，必戒因缘。啊，六种染心，这个在。 《大圣起心论》讲得非常清楚，一以真如不守自信为因。诸位，这一句语病非常严重。真如如果会不守自信，成佛以后就会又在变众生。这一句语病非常的重，你只能说祖师大德为了说无名，说明无名一念不觉，所以不得已做如此的。 开端来解释，那么无可厚非，是为了解释最初的一念妄动的无明，所以不得已只好讲真如不守自信。真如不守自信，那成佛以后就有一天会变众生了、啊，不守自信就变众生了。啊，守自信以后又变佛，变佛以后又会不守自信，又变众生，所以这一句有语病。 语言文字就不是见性，真如从来不生，从来不灭，从来不增，从来不减，从来不生，从来不食，从来不迷，从来不恶。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真如从来不会不守自性，就像虚空无量一劫的，他老是站在那边。问题你有没有去发现？说是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诸位看看这里。 我我举一个例子，真心接待不假意念，真真如不会不守自信，诸位，你你看看这里，我比，开不开？看这个关键在这里。我现在拿这个杯子，拿这个杯子，拿这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有什么？有虚空，对不对？这杯子里面有虚空。我的杯子捞一下，把这虚空捞一下。 拿到左边来，拿到左边来啊！注意看了、啊，我从右边装的虚空，拿到左边来，杯子有没有虚空？有没有？有。好，我把它倒下来，你有没有看到虚空掉下来？为什么？为什么虚空没有掉下来？你不是讲我从这里成了虚空，拿到左边来？ 这里成了一个虚空，这里虚空有没有少一块？好，我我这里挖了一个虚空，拿到左边来倒下去，你有没有看到虚空跑出来？有没有？没有。虚空从来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管你用哪一个杯子大小，它永远就是这样。是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虚空。 从来不增，从来不减。虚空有没有不守自信？有没有因为杯子大跟小变大变小？没有。也如此才是尽信佛的心。哎、啊，所以学佛的人很容易被语言文字误导，就是这样。这一句就是以病。哎、啊，真如会不守自信，成佛以后还是会不守自信啊。 真如是从来没有增减生灭的，不会不守自信的，都安住在他的本位。无论你相怎么变化，虚空从来没有增减，知道吗？啊，这样来提哦，原来这这句仍然是问题，是的。所以看经典一定会死在经典里面，因为经典是文字，不是。 悟道的人心性流露出来的法，对不对？不是悟道人流露出来的法。那以前祖师大德啊，应该想是慈悲啊、方便呐、啊，对不对？对不对？这一期有没有疑病啊？真如不守自性，那佛有没有真如？佛当然有真如啊！啊，佛有一天如果佛佛的真如不守自性怎么办？又变众生了，那糟糕了。好好，底下也是一病。 无名风动为言，啊，无名风啊，意思就是风一动，无名就产生，啊，风动就是境界了，啊，无名风一动，无名像一阵风啊，来无影去无踪啊，无名风一动，因缘和合。那请问，风不动的时候叫做真如，风动的时候叫做无名。那请问你，风什么时候才会不动？ 这个又是一种生灭的法，要诠释绝对的真如自性，这个仍然是语病，仍然是一病无名风动为缘，因缘和合以如来藏海妄有三种不相应难。为什么叫做不相应难？诸位，在这一段虽然有语病，只能说他为了解释一念无名最初那一念妄动的无名做如此的分析，因为语言。 也只有这样，已经尽力了啊！这样理解，知道吧？也要这样理解，所以哦，观念要听师傅的语言，我们就按照他写的来来去解说。这望有三者不相应的，什么叫做不相应的啊？会染污，可是不相应。不相应的意思是说啊，不跟外在的粗的境界啊相应啊。 完全都在内心里面的妄动，维系的妄动，不以外境相应，完全是在内心里面。啊，这三种不相应难，在起心论里面讲，叫做根本业不相应难。能见心不相应难，现色不相应难，什么叫做根本业不相应难呢？根本业不相应相应难，就是最后的无名。 最初一念无明，如来才有办法破，就如来地破。今一无明而有，叫做根本业不相应染。二叫做能见心不相应染，就是说维系到内心里面能执着那个见分，维系的见分不是面对初的境界的见分哦，是面对内心那一种能所的精神执着心。 叫做能见心不相应染，意思就是那没办法观察。除了佛菩萨能见心不相应染，要九地菩萨才有办法破。九地菩萨，意思就是那一些维系的执着，要到九地菩萨才有办法破。再来，现色不相应染，现色现色就是妄现啊，这个种种的境界。 啊，就是现色不相应难，啊，无名夜相是相分嘛？能见心不相应难是见分嘛？现色不相应难就是说这个境界这样显现出来，你却不知道山河大地、日夜星辰、花草树木，完全是心性所显露出来的，不知道那是唯心的境界，叫做现色不相应难，也就是说难以觉察。 这个要到八地菩萨以后才能破。好，诸位啊，来看回来啊，妄有三种不相应难，叫做一根本业不相应难，能见心不相应难，现色不相应难，是三种不相应难。二以业事内心为因，就是维系心道。更粗的境界，就是境界风动为缘，境界是大家可以感受得到的。 可以，大家啊，有能言很清楚的粗糙的外延，也是一年和合,合，与第八世海望有三种相应染心。相应染心就是比较粗，众生很容易可以感受到啊。一叫做执相应染，执着的执啊。二叫做、就是、不断相应染，不断就是众生的染污从来没有间断过。 从来没有间断过。众生的执着到时放不下，执着名啊、利啊、色啊，啊夫妻的恩爱呀、啊、财富啊、房地产、汽车啊，乃至于彼此不愉快的事情、兄弟不愉快的事情、分财产的事情，一直到时你断不了。一叫做执相应难，二叫做不断没有办法断，因为众生不晓得什么叫做放下。 三叫做分别智相应染，分别智这个智不是智慧的智，就是分别心。这个分别心是从来没间断过的。换句话说是相应染，就是三种执着相应染、指向相应染是绝对不会停止的。二不断相应染就是不间断的。第三叫做分别智，就是分别心的相应染。 看什么执着什么，看什么分别什么，看什么一不断的执着，不断的分别，这种相应难。对外境的执着分别从来没听过，所以我们对生命不了解，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我们的生活，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听到佛法，他的生命只有两个字：煎熬。 煎熬，日子不晓得怎么过，今天煎熬，明天煎熬，后天煎熬，到到最后，逼到逼到最后没办法，就去死啊！又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自杀？歌星啊，影星啊，到最后得得重度忧郁症哦。你看韩国的影星啊，也很多人自杀，啊，得忧郁症，为什么？就是没有佛法喽。 所以世间要有因缘听到任何一句佛法的人，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他知道如何来解脱自己。啊，幸福从心的解脱而生，从智慧而生，不是从金钱。支撑金钱能用于一时，金钱能用于一世，可是智慧不一样。 智慧能用无量解、无量事，因为它叫做法身慧命。所以在座诸位，你坐在这里，哪怕一堂课，绝对功不唐捐，听得懂不懂，都已经形成八世的金刚种子，生生世世一定会开花结果。啊，底下次夜色法事，次夜色法事，复佛,佛界真善妙色。 性本清净，不假因缘；而九界一正，九界就是出了佛界啊！啊，出了佛界叫做九界啊，就六凡呐、啊、三圣呐、啊，啊，就是九法界啊。一正虚妄生灭、啊，必戒因缘呐。一然法以种子为因，现行为缘；反过来，心比世事，世事就是相，在相。 里面造造作叫做世事,事，就是生口意的意思。哎，生口意，凭着老命造业，从来没停止，从来没有停止。望有六凡法,法界染色身，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污染的世界。二净法以本节内心为因，圣教外心为缘，心比业市，望有三圣法界净色身，所以。 佛菩萨住的地方跟我们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住的是净土，我们住的是秽土。这个地方啊，坑坑洞洞啊，啊，全球暖化很严重，暖化非常严重啊！暖化为什么非常严重呢？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我们能开采的很有限，啊，就像那个捕鱼的人大量的捕捞那个鱼类，使生态。 破坏平衡。人类为了栽种，砍伐树林、森林，砍伐森林，砍伐森林以后，一下大雨，泥土没有办法含水，没有办法留住水分，就冲，冲的时候会刮掉表皮的土壤，流到大海，把营养的、能够保湿的土壤全部刮到大海，剩下来的就光秃秃的一片，没有办法保水。 破坏森林，森林就是整个地球的冷气，冷气啊，它会调节呀、啊、温度啊。森林就是地球的肺啊，一个人的肺是呼吸的地方啊。整个地球的森林被破坏，它就是肺不会坏掉啊？森林就是地球的肺呀、啊，有呼吸呀、啊，啊，森林会制造氧气呀、啊。 吸二氧化碳、啊、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啊，是人类活命的地方啊，是降温的地方啊！啊，森林如果保住了，它可以含水，因为树叶可以承受很多的水分呐、啊。现在树木全部砍掉了，一下雨来水，水水滴啊不能承载，树木不能承载，花草树木没有，全部掉掉下，掉下来的时候，是水变成洪水。 洪水，洪水就开始冲，人类就被淹没，也就死的死，啊，逃的逃。所以不幸的事情，它一直产生，大地它一定会反扑，大地一定会反扑。这整个循环，南极跟北极今天呢、啊，为报纸登的、啊，北极啊，北极啊，从这个福位二星啊,啊照下去啊，就一直在崩塌。北极有冰帽，北极有冰帽。 北极跟南极呀、啊，都有冰帽，而且融化的非常严重。那北极如果是南极的融化很严重的时候，这个冰帽消失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反光，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反光。什么叫没有办法反光？比如说，这是地球，这上面是呃北极，这底下是南极。阳光的照射下来的时候，照射下来的时候，哎，它它如果是白白的，如果是冰帽，全部都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冰冻层了、啊，阳光下来的时候，嗯。 光线会折射出去呀、啊，哎，嗯，折射出去啊。这些冰帽如果没有的时候哈，那会很惨。为什么很惨？好，冰帽慢慢的融化，阳光一照射下来，吸热，海水会吸热啊。吸热，吸热以后，冰就会溶解更快。吸热，海水会吸热，吸热再上升一度到两度，三度，全世界的珊瑚。 没有办法活。珊瑚是海里面最敏感、对温度最敏感的、最敏感的，海水只要上升一度、两度、三度，要存活很难。如果说海平面上升六度，六度，这个地球所有的珊瑚全部都要死掉。珊瑚是鱼类的家，鱼的家，大鱼、小鱼的家。 美化整个海底呀、啊，珊瑚啊，美化整个海底呀、啊。你有什么小丑鱼呀、啊、大鱼、小鱼呀、啊？就是因为珊瑚啊，啊，他们的家是食物的地方，家的地方啊。这个没有珊瑚啊，鱼类没有家，食物渐渐的没有。为什么海底的？ 它的温度啊产生变化，它会释出毒气。为什么温度越高，含氧量就会越少？没有办法含这个氧气、啊，鱼类没有办法活啊。温度越高，比如，譬如说，譬如说，啊，比如说，这里面里面水缸水缸里面的温度，你放这个金鱼下去，对不对哈？金鱼下去的时候，哎，这个水温是正常温度的话，这个鱼会活啊。诸位。 这个水啊，底下如果用那个什么瓦斯啊，如果在底下一直把它加温加温啊，你看这鱼会活吗？当然不会活啊！大海的温度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一直上面上升，藻类释出毒气啊，产生水母啊，污染的地方就会产生水母啊，大量的水母，水母把鱼通通吃光光，人类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人类也没得吃啊！所以那一天呢、啊？ 看这个动物频道啊，啊，还有在看这个新闻报道啊，他就说，所有的，啊，这个物种现在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所有的物种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类杀掉。 其他的物种啊，最希望的就是把人类杀掉。人类会制造二氧化碳，会制造工业废水，会滥垦树林、丛林，使这些栖息地一直破坏。人类的人口一直膨胀，为了填饱肚子，把丛林砍掉，种大豆、种香蕉、种橄榄树，制造橄榄油，种椰子。 那个没有办法含水的，那个根呢、啊、很浅的，没有办法深入地底下的，保不住地下啊地层的水分的，没有办法种这些啊根很浅的大水一来就没有了。所以人类为了活命，把丛林的大树砍掉，砍掉，变成人类栽种的稻啊、米呀、啊、大豆啊、橄榄树啊、香蕉啊。 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秽土，讲到这个地方，顺便分析一下，大地一定会反扑的。底下三百五十六页第三行说：“所以一年别离，希望明灭；一先一心法，若众生依本觉内心发起死觉之志。 与所言境不止实有，离一切法差别之相，则境风即息，适浪自成。一年别离三种相应，然心灭。啊！若根了知一切心念，皆依无名而有，由无名不觉升起三系。啊，三系，三系的一系就是难以结察。 前面讲的吗？啊，业相转向现象啊，皆是不洁之相，无名不洁之相，不离本洁之性，则无明风习，劫海破破沉，因年别离，三种不相应染心灭。上面的生灭心灭啊，上面的生灭心法射进五阴中后灭的四音 六入中一入，十二处中一根处，十八界中一根，以及六世界，此也设法来解释。若众生始节有功，了之，身心世界无我无我所，则观至现前，世事已转，因言别离，六凡染色灭。 若根了之，不但生时染色本空，也就是涅盘净色亦非实有。这无名梦破，夜视还原，三圣净色亦灭。上面的生灭设法是五音中的色音，六路中的前五入、十二处中的前十一处、十八界中六层以及五根界。所以我们用那个表格。 就有是，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哦！看那个表格，一看哇，一目了然。总论心色诸法为心所现，本经言，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又因不知色身外即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属于一他起性。一他起就是缘起。 啊，一他是有，缘起是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人生宇宙，进一个宇宙都是缘起，啊，缘起就是一他起，啊，一他起就是是有，啊，但是非有。求其本体，确实是空。哎，所以观相缘妄，好好的了解佛陀罗的那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观相圆妄，以本无生灭中望见生灭。为什么叫望见生灭？因为动念，动到执着分别的念，就把内外四大全部切割，一点都不慈悲，只想杀生，取众生的滋养自己，只想偷到别人拿别人的东西，啊，来变成自己的拥有。 所以杀到淫妄，杀道云旺，就从来没停止过。放见生灭，何能立中？我幻妄称相，若子实有，则成偏执直性。什么叫做偏执直啊？偏执直简单就是幻象看错了，缘起幻象看错了，还加上一层执着。 本来是圆满的清净自性所显现出来的缘起假象，他却把假象当作是真相，就偏到偏计计就执着，偏计所执性，中间加一个所啊，偏计执性就是偏计所执性，这个偏计就是到处没有一处不执着，叫做偏计所执，就把缘起幻化的缘起生灭性。 误认为是有追求性，所以追求到最后是空幻的。若能了知一他其性如幻，偏计所知性本空啊，则当下就是缘成实性矣。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哎。 你完全不知道这些生相灭相去相来相，其实本不可得啊！完全都是在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缘妙真如性所显现的幻象的生灭相。哎、啊，生灭相。如果说啊，用这样来比喻啊，诸位看看镜子，比如说这是一面镜子，真如自性它是一面镜子，你如是。 啊，这样照照这个镜子，这个外相啊，显现到镜子的中间呢、啊，哎、啊，它只有影像，但莫助长。你看这个镜子啊，照这个像，你摸摸,摸镜子，镜子里有没有像？没有，可是就是会影像到镜子啊。人的心如果清净，像镜子这样子，一样照相，一样不执走，一样这样照相，很清楚的种种相显现在镜子当中，镜子不执走。 种种的相显现在镜子当中，镜子，你没有分别，所以分别不做分别想，啊，镜子种种的相显现，镜子不颠倒，啊，是心静如镜。慢慢的体会看看啊，三百五十七页中间，上明相望，此论性真啊，以身心世界乃属于一他起性。 从言生灭，希望无体，难当知望不离真，前提即是言成实性。按唯是三性来解释，一他起啊，如神，啊，缘成实性就像马，马就是制造绳子的，哎，所以成实性如马，那么神一马而有，你如绳子是什么造成？当然是马啊。 没有马哪来的神呢、啊？故也依他，离切的马，切无神可得。依若依依他法上，不了如幻。更其偏激之性，如夜间见神，晚上啊看到一条粗粗的绳子，误认为它是蛇，那吓一跳啊！这叫偏激所执性，情有离无。 情有就一般执着，哦，那是一条蛇。事实上，它不是蛇。理无，事实上，它没有蛇，只是一条绳子而已。啊，我们看的缘起性好像有，事实上它是没有，因为万法无体性。以它起性，相有性无，追求分析其体性，空无自性。相有是幻有，性无乃本无，此名无性之性。 就是如来藏性，哎、啊，生灭去来，乃是指心根气界是有生灭之相；众生根深是有去来之相。相依性起，不离当处。如空中花，如镜中像，如梦中镜，花性就是空性，相体就是静体。梦人本来就是属于醒人，只要你醒过来，还是那样的人。众生是迷而不解。 所以晚上做梦的时候，哎，虽然是在做梦，醒来的时候还是原来那个人。哎，我们今天迷了，有一天悟了啊，还是那个本如来藏性，并没有两个如来藏性啊。故曰：殊不知身心世界生灭气来之相，本即如来藏性。啊，所以啊，禅宗的祖师讲的那句话，八个字啊，体体会的出来哇。 一一辈子都受用不尽。修习佛道，守心第一，一针见血。修习佛道，守心第一，心啊，守住这个心的不起望。哎，修习佛道，你想要修习佛道吗？守住那一颗清净心，不被污染，淡漠污染，别无甚解，就这样子。说佛道很难，也很简单。如来藏。 即众生同具本节性体，本节则本有之佛性，众生迷昧。本劫在缠，本劫在禅，在缠就是束缚了。此性隐而不显，如来之性含藏众生心中，故曰如来藏。有几不生不灭之真如心，一切如来横沙尽得，无不含藏于此，故曰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延。 即藏性德相，本无气来，曰常住；不属迷雾，曰妙明。啊，为什么不属迷雾呢？因为加一个“雾，就头上安头了。本无生灭，越不动；无处不遍，越周圆。何此事德为妙真如性？妙则不可思议之谓也。以其前忘即真故，一切皆如故，无有一法不真。 因为开发的如来藏性出来，万法都在如来藏性当中。无有一法不如这个如，就是毕竟空；没有一法不是毕竟空，如就是空。何能立中，其性真为妙绝明题，如法华所言：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哎，是法，任何的法都安住在那的本位。 因为它以空相应，此不二。世间相常住，世间相看起来是生命，其实是常住的空性，叫做世间相常住。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啊，相是妄喽，相妄本不可得，相不可得就是性喽。上明妄言是真。 此名真本无妄，由不知万法唯心，晚见差殊，而由彼此去来甚烦迷雾，始终生死等相，犹如一言望见空花。啊，诸位啊，这个很重要啊。好看这里，为什么这去？ 来，甚凡迷雾，好，这是一面镜子，例如我们的清净自性，本质具足，啊，好，这是灰尘，按一个去，镜子上面多了一粒什么？灰尘，按一个来，镜子上面又多了一粒灰尘。 说我是凡夫，太自卑。镜子上面又多了一粒灰尘。说我是圣，罪性相本来一如，还有圣吗？最爱安安一个圣吗？啊，你对凡夫才讲圣呢、啊，对不对？性相一如，啊，我是圣，哎，镜子上面又多了一粒什么？圣，就是头上安头啊。圣本不可说，平等性相不恶。 还安一个圣，要着圣见；安贤，着贤见；安凡夫，着凡夫见；安物安，安呃着物见。啊，清净自信本无如许见，对不对？安圣着圣见，安贤着贤见，清净自信里面无如许多见。安什么都不对，所以不可以安啊，不可以安，去来圣凡迷雾都不可以。 始终生死等相，犹如一眼望见空花。然既知相望性真，于藏性真藏之中，求其去来等相，了无所得。如梦行千里，一经醒悟，不离床枕，岂有去来之相可得？如迷东为西啊！忽有忽然有人指示令悟，岂有迷悟之相可得？ 再迷的说明悟了以后不着一个悟，如梦生人间，啊，就像做了一个梦，从出生来到了人间，至少而老，报尽命中。说实在话，哪里有生死之相可得？所以为什么要悟父母亲未生前本来的面目？爸爸妈妈没有生你的时候在哪里没有啊？啊，现在有也是等于没有啊。 所以生是患，死是患啊，病是患，是吧？对众生来讲，这可都是真的、哦，对不对？因为你的能力有限呐、啊。比如说啊，你现在五脏里面有一个要开刀的，比如说肿瘤啊，肿瘤,啊,肿瘤啊，肿瘤要开刀啊，很痛很痛，哎，它是患没有错。 可是我们人类的能力啊，所能承受的痛苦的能力它有限，哎，这个时候就必须接种医生了，啊，所以说，虽然我们讲是换，只是叫你看透，不是，不是说不要叫你过，不过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生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你难道可以说哦，这个胃啊生肿瘤或者子宫生肿瘤啊，子宫生肿瘤？ 啊，或者卫生肿瘤，啊，或者脑瘤，那你不开刀行吗？啊，不行。只要投胎成人，他的所能承受的，啊，这个力道，他就有一定。虽然我们佛性是珍贵的，可是我们受业力的牵引，因此这个人所能受到的撞击，撞击他有限的。所以这个人呢、啊，啊，如果车子开快，嘣！ 没有了，生命消失了。生命消失了，为什么？你是业力所生的这个色身，我们的能力它就是局限在这个地方啊！你也没有办法像办法像鱼跳进去水里面生活，因为你是人呐、啊，你的业感缘起就是这样子啊。你的业感缘起，你的能力一出生，你的能力就受限制啊，不是佛有大神通啊。 飞行自在啊，大神通啊，没有办法，千变万化，你杀不了佛，人没办法，人一出世，他就这样子而已啊。所以正常的生，啊，正常的吃，正常的睡，啊，不要受到伤害，是吧？比如说啊，你你你这个人啊，在烧这个热水，烧这个热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打翻了。 你这个皮肤啊，所能承受的烫了、啊，一百度下去，烫伤了、啊，要赶快送医院了。为什么夜力幻化的色身？所以虽然是幻化的色身，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处理，没有办法超越你的能力。说我不看医生，没有办法的，就是要看，该怎么处理就应当怎么处理，啊。 底下啊，所以啊，岂有生死之相、迷雾可得呢？没有的。是曰意，乃在一心；曰人，就是圣凡；曰法，就生死涅盘。迷雾在人，理中是无迷雾。此和尚能力中，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故无所得。此中数劫之文与论言，一年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若何何福杰，其议会之自明。啊，那么这一段就是极旺极真，三百五十九页。啊，别名极旺极真。阿、啊、难，云何五音？ 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上总以取立，下别为显示。心显示无因，前望即真；色受想行识无因，本是世间有为之法。一旦喜即藏性，故须争起而是明耳。 哎，为什么五阴这是二圣人所一直要丢弃的。而佛陀说，无阴身就是佛身。哦，那就太珍惜了。原来我们这个色身就是佛，极身就是佛，身心就是佛。太不可思议了，啊，这大大的转折。二圣人认为这是。 无净啦、啊，是苦的啦，是空的啦，是无常的啦，是要丢弃的啦。啊，那佛陀说：“哦、啊，这里面有珍贵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你就是佛啊。”化消极为积极，所以大圣是非常积极的啊。所以因则盖复义，盖复真性故，心意为五蕴。 运则积聚意，积聚有为故，积聚就是五种啊，合在一起啊，啊，即色受想行识五种啊，叫做积聚啊。今欲解释，悉取二意，其一方主，谓积聚有为，盖复真性。对下面三颗，此为明心重。 迷色亲者说也，本如来藏者为五阴之相虽是妄，其性本真，如来藏即真心之别名。今在约义而言而解，啊，今在约义而解，如就是指真心不变之体，就是毕竟空啊，啊，悟到毕竟空，真心就显了。乃就是真心随缘之用。 方便来度化众生，不变常随缘呐，随缘常不变，所以称如来藏。藏则含藏，五音一一诸法系在其中，妙真如性，不可思议也妙。以一体具足万用，万用不离一体，如下文所谓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譬如一金能成重器，重器不离一金。一真一切真，五音皆真，一如一切如。 五阴皆如，前相皆性，故曰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底下啊，别是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唯一情虚，迥无所有。这个是比喻啊。 明色音就是啊，藏性。乃乃就治法为比喻，色就是五根、六乘十一色法。清凉云：行直可圆叫做色啊。现在呀、啊，要把这个色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色法？有形直可以让我们攀缘的，哎、啊，为根所缘。 这就是设法。那么，变爱为意啊？什么叫做变？因为它会变化，刹那无常，终归变灭，所以说会变。这个爱，它有执爱为意，就这个就是设法的定义。设法的定义就是，它会变化，刹那无常，同时会有执爱，这个就叫做设法。 这刹那无常，终归变灭；现前行止，能为障碍。先举比喻，后再跟法来复合。譬如世间有此一人，以清净无意之眼目，观情即光明之虚空，唯一情虚，迥然一无所有。这个是比喻真本无望。 有人，你一念未动之本来人啊，清净眼比无妄真智啊，情明空比占即真理。一念未动以前，以真智造真理，理跟智是一如。唯是如来藏性清净本然，先尘不立，其有九界啊？一证可得。 既然凡受相皆是虚妄，当然欲报正报都是幻啊。三百六十一页经文，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已发老，则于虚空别见狂花，复有一切狂乱飞向来解释一下，前面的经文是眼睛好的人。 清净目，看到这个啊，观境、观情、明空，哎，唯一情绪，迥无所有。现在不一样，其人无辜，这个人呢、啊、没什么缘故，就是最初啊一念妄动咯，啊，不动目睛，这眼睛直直的看，瞪以发牢，看久了疲劳了，产生幻象了。 至于虚空，别见狂花，别见就是妄见呐、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见分了、啊，狂花就是相分了、啊，还是能所啊啊，在这个虚空无相当中，哎，突然看到了，哎，别见就是妄见，啊，就是见分了、啊；狂花就是相分，富有一切这样能所，一下去，啊，一望发。 啊，富有一切狂乱飞象，飞向狂乱就是不定啊，啊，但是呢，毕竟是飞向飞向就是空相，毕竟是不是不是实在的。虚空当中本身就没有花，是为因为你眼睛疲劳，瞪得太久了，发疲劳。三百六十一页第三行。 此意从真起妄，这是为了解释啊，开始不得已的一种假设。其人无故不动木经，亦最初无端，正如不守自性，所以这个也是有语病。为什么最初的最初又是什么？比最初还初又是什么？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为了要解释经典，总的要有一种假设，让它开始，因为对众生也只有这样子。 假设说有最初的无端，那么如果人家怀疑说那最初的更最初又是什么？哦、还是最初啊？<laughs> 所以这个最初无端，记住就是就人类所能理解的范畴，用假设语有一个开始，其实是没有不存在的。真如不守自信，这一句仍然是有语病。嗯、啊，为了解释也不得不这样子做，是不皆念其而有无名。 瞪以发牢，瞪是直视貌，以夜视望为明觉，牢就是牢见，欲转向转本有之至光，为能见之见分，其心若云：以不觉不心动，因为没有觉悟，所以心呢、啊、就动，说明为业。动则有见呐、啊，你要动，动就动念呐、啊，动念有能所，自己就会显现。 啊，就会看，就是晚上，比如说你晚上你做梦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意识动念没有停止过，所以你在晚上在梦境你也看到很清楚啊，看到恐恐怖的，还跑啊，再怎么跑都在床床铺上啊，还梦到哇捡到钱了，捡到钱了、啊啊，啊，醒过来的时候啊，那个嘴巴还咧的笑呵呵，嗯，结果是空欢喜，对不对？为什么？ 意识动念，它就能所不断，没办法停止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没办法结束的，死了以后的意识心呢、啊，要继续去转了，没办法，生命没办法停止的，除非你学佛，才能了生死。这一不接故心动，说明为业动则有见，则于虚空别见狂花，就是在虚空当中本来是没有花，因为邓目望现。 此即《论中》所说的“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啊，就境界妄现。为什么？境界本来是空，它是缘起的东西。啊，所以这境界就妄现。我们现在就山河大地、日夜星辰，就是境界妄现了。我们以为有一个星球有一个星球，那是缘起聚在一起了。太阳系毁灭的时候，这些星球不存在了，翠微微尘也不存在啊！啊，故曰：“则于虚空别见狂花。” 别见就是妄见了，虚空就是业相所现的，业相所现了，啊，所以虚空是什么呢？就是一念真心妄动，透过无名所转化出来的王空，所以虚空就是真心变现，因为无名变现出来，啊，把真心转化成无名。 那无名起动念，就是虚空。所以我们看了虚空，在《楞严经》里面讲，它是设法的一种。啊，因为设法千差万别，有千差万别相，而虚空是无相，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虚空列为设法，因为啊，设跟虚空就是归纳成一种。 色是,是有相的，虚空是无相的，就这样子。所以虚空即是业相所现，无同无异，无所谓同也无所谓异。会灭空中，会灭就是无名，有无名夹杂在里面转化，所以狂花就是相分之境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是狂花的相分。以无同一中本来是一真啊，现在自然成异了。我们现在不了解万物本是一体啊。 我们的色身其实是四大地水火风所构成的。诸位，所有的动物、植物、矿物、星球，概念的分开，哪一种可以离开地水火风空见识？不是物质就是精神嘛。所以在佛的角度来讲，这四大地水火风空啊，见识或者是空根识，这七大是整个宇宙的元素，不是物质就是精神。 啊，我这个色身，啊，现在活着了，有种种的元素。我死了，这个元素回归大地，哎，转化成别人的元素，是不是啊？转化别人的能量元素。也许死了以后啊，埋葬在这个树根的旁边，变成树的能量，所有动物就变成植物了。啊，植物成长以后，哎，动物再把它摘下来吃。 植物也会变成动物的能量。那植物跟动物死了以后，久了啊，或者是火山爆发，盖下埋葬下去，变成钙化，变成矿物。就是动物、植物、矿物、动物、植物、矿物、动物、植物、矿物，它就是这样子。元素都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我们的本体，所以站在佛陀的角度的心。 看起来，动物、植物、矿物没有一法不平等，为什么？因为你身上的元素是一样的，所以佛陀的观念是：人一出生，你就没有权利去伤害任何人。在佛的角度啊，只要是人，他就是平等。你身上的四大没有比我四大好啊，所以一切都是心的问题。从旧竟义的角度来讲。 从元素的分配来讲，元素地水火风只是多跟少。那因为业力的转变有分男跟女，健康的、残障的、弱势团体啊，白痴、黑人、白人啊，黑人、白人不是地水火风吗？它的元素跟白人不是一样吗？就算略有差别，还是地水火风啊。所以什么是佛？就是把一件事情看到最究竟之处，一点都不迷惑，就是佛。 所以，叫佛去轻视一个黑人是不可能的；叫叫佛去轻视一条狗，也不可能的。因为狗，它的元素跟人还是一样的、啊。要佛到山上去，他也无缘无故也不会拔一根草，也无缘无故也绝对不会去破坏一棵树。为 <laughs> 什么？佛陀说，我的身上的元素。 这棵树木也有，也有啊。啊，比如说我们在海，我们看到看到这个大海，你看，哎，它就是大海呀、啊。而佛陀说，我就是大海。为什么？大海里面有盐呢、啊？啊，一个人没有盐，盐分没有吸取这个盐分，你怎么活啊？大海里面有人的元素，对不对？有人的元素啊。 大海就是我，我就是大海。佛陀看到一座山，就说、是：“我就是这座山，这座山就是我。”看到虚空，我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我。所以山河大地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本体。因此普大地完全平等，这就是佛究竟平等的心。 没有一念轻视任何人，一念瞧不起任何一种生物、动物、植物、矿物都不会，就是佛的境界，啊。底下啊，这狂花就是相分，狂花就是相分的境界。以无同意中自然成意，是夜识中之色影成意，复有一切狂乱飞向上句。 上二句是指细相，此二句是指粗相。上面两句说啊，则以虚空别见狂花，现在是出了，变得更出色，复有一切狂乱飞象，细色。接下来就是粗糙的色啊，此二句是指出色，也就是虚妄的生境，内外四大之色。内四大有生老病死，外四大。 有生住异灭，总归就是生灭，总归就是生灭。内四大、外四大，在佛看起来一样，狂乱不定，毕竟皆空啊！故曰非相，非相，非相即空相，色空即眼根所对之法，所以色空天顺路多神啊，乃至二圣涅盘。 所证的天空妄解色面，如见非相，你解释一下。啊，是富有一切狂乱飞向上二季是指细色，这两季是指出色，也就是虚妄的生境。内外四大，内四大是地水火风啊，外四大也是地水火风啊。难道山和大地不是地水火风过程？你看大海，就水啊，有山的岩石就地呀、啊，对不对？ 风一吹来，风啊，我们内在里面也会呼吸啊，火，我们身上有温度啊，那么一切都有热气啊，太阳也有热气，火啊，所以内四大其实外四大都是平等的。因此，佛说人类生而平等啊，人没有强，任何一个人没有权力伤害其他的人，这是佛陀的思想。人类生而平等啊，打从一出生就是平等。 这是佛陀的思想：人类生而平等，人没有权利伤害任何人，你不够资格。内师大有生老病死，他会刹那生灭，啊，这是一个过程呢、哦。那么外师大有生住意灭，所以诸位生者哪有喜呢？死时就不用悲。为什么？它是生老病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这大自然它就是这样子的。 啊，那人不会死，老妖怪咯。人不会死，多可怕！牙齿都掉光了，眼皮都,都下垂了，对不对？人说：“哎呀，师傅啊，祝你活两百。我”我我这个不用不用，给你就好，给你就好。”啊，就是哎呀，慧律法师啊，你讲经功德很大，我听你的讲经以后，我很感受很深，我很受益。我在佛前呢、啊，舍掉啊啊十年的阳寿给你用。我说：“我不用不用了，用不完了。你茶叶多送我两瓶就好。” 已经有好几百个人、几千个人舍寿给我的人，每一个人舍一年，我的病老腰加、啊，你别看我还轻呢，对不对？现在牙齿都快快掉光了，你现在活两百岁怎么得了？哇！我常,常讲这是残忍的祝福，你没听过这句话？祝你活两百岁，你要吗？祝你活两百岁，你要要的举手，我给你，我舍寿给你，受不了哎，那干那干苦的事呀，对不对？ 哎呀，呃、啊，所以说呀，在佛陀的角度了，观念了啊，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法则，外事大，生住一面，生住一面就是这样子。简单讲，释迦世尊绝对不会为这个内事大、外事大而伤心或者太激动，不会。佛陀只有一件事情会欢喜，就是佛欢喜日那一天，就是结下安居。 结束以后，这些比丘都正阿罗汉果，佛陀最欢喜，就是佛欢喜事，佛欢喜日，只有一件事情让佛欢喜，就是好好修行，以报佛恩。就是好好修行，佛最高兴你这样子。你拿什么供养来啊？佛陀也是这样，捧了很多花来呀、啊，佛陀也是这样子，对吧？泡了上好茶给佛陀喝，佛陀也是啊，赞叹你。但是佛没有欢喜日啊。 佛陀的最大欢喜就是大家好好修行正果，啊，底下啊，狂乱不定，毕竟皆空，故也非相，非相就是空相啊，诸法空相啊，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你看到种种的相其实是空，哎，那么你就见到了如来，即见如来啊。我们只要有,有透视的能力，比如说这朵花跟虚空它是一样的。 花本身看来是元气有相，其实这朵花烂了以后空无自性，跟虚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你了解啊？色即是空啊，但是色即是空不是色等同虚空，不是这个意思。色即是空，就色、是、当下就是无自性，是空性的意思，不是虚空。这个还有一点分别的。如果你把说啊，色即是空，色就等于虚空，完了，这怎么会是虚空？虚空是色法的一种啊。 啊，是空性的一种，是空性的意思。非相即空相，色空皆是眼根所对之法，所以色空天顺入多神。啊，顺入多神，他那么没有色身啊。哎，是空天的，顺入多神没有色，没有身体啊。乃至二圣人涅槃所至的天空，妄解色灭，把这个色把它灭掉，不了解色本身就是空性啊，哎。 妄解色灭，如见非相，以为误认为如见非相，误认为他们见到了空相，错了。把色灭掉，怎么会见到空相？色存在了，悟，色就是空，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必坏色，色本身就是空无自性啊！怎么妄解把色灭叫做空呢？错了，是所证偏空，就是不圆满的空。色当体即空，就是。 三百六十二，2, 色因当知亦复如是。此一法何义？这一切色因希望，自当以此瞪目所见花相比类而知啊。此有二义，当知：一者当知相望，以狂花之相，乃以瞪目望现，非实有也；二者当知性真，狂花依空而现，花体就是空体。 所以总和曰亦复如是，如空花本无所有。这一段是用比喻啊来跟法来合起来。现在就比喻来说，阿、啊、难，是主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目目出。啊，解释一下，阿、啊、难，这些虚空当中的啊冒出来的这些空中的花啊。 种种的啊花相啊，啊，并不是从虚空而来，也不是从眼睛而出。手句叠定狂花，这诸字助语词。变成狂花，非从虚空当中来，从空中来就虚空当中来，以花非空来，啊，这花绝对不是虚空自己跑出来，嗯、虚空就比无因而生了、啊。 啊，以花非空来，就表示它非无因而生啊。彼身界内外之色，非无因自然而生，绝对不是无因。亦非从眼目而出，以此观察身心世界，即如空花，无所重生，无所幻灭，则当体虚妄名矣。啊，记住，妄灭，妄空。 真就显，你只要记住这句话。哪一个人在一切相，知道了相是妄，放下些就是菩提，真心就显现出来。修行这个关键就这样子，所以二六十中守护那个心，不要被妄相变成妄动，被妄相骗到了你的真心，那么你是很好骗的人。现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啊，诈骗集团。 骗到了你的金钱，但是啊，我们呢，学佛的人，相就是诈骗集团骗走了你的真心。你不生不灭的真心被假象骗走了，为什么？你情绪失控。你像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即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 自不容其花相其灭，如阿难提不容阿难。解释一下，如是阿难，如果说这个狂花是从虚空而来，既然从虚空而来，那一定会从虚空而入。啊，入就是末啊，来呀、啊、跟去呀、啊，入就是去啊，就是灭啊，即从空来，还从虚空而灭的意思，啊。 若有出入，意思就是有生有灭了，啊，若有出出就是真的，入就是灭啊。虚空又出，从虚空出，当然就又入于虚空啊，这一定的道理啊，啊，若有出有入，就不是虚空。虚空，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出跟入啊，哎、啊，若有出有入，即不名为虚空，空若非空啊，空虚空如果非空，就是。 非空就是有实体了。如果虚空，它不是有空有包容的那个虚空性，啊，意思就是虚空失去了虚空包容的性，它变成一个有实体的，就像一块木材啊，硬硬的，这是实体的，啊，虚空如果没有包容的性质，变成有实体的，咋办？哎，非空变有实体的东西，啊，没有有实体的自不容其花向其面，因为它没有包容啊。 对，就像一块木头，实心的，你怎么包容花在里面呢？啊、哦，要用用阿难的比，叫阿难，你的体呀、啊、本身就是实体的、啊，当然不能再另融另外一个，又跑出一个阿难出来啊！要阿难只有你一个，因为你的身体是实体的，它不是虚空啊。此破花从空来，乃即出言，会此花即从空而出，还应从空而入。 若有出入，即有内外；既有内外，即不成虚空。空若非空，是有实体，自不容花相在空中忽起忽灭，因为有实体就这八啊，啊就没有空间了、啊，对不对？那么我们晓得，虚空本身就是有含容、包容的意思，可以让你发挥，可以在你虚空当中一直啊啊忽起忽灭、啊，哎，花可以让你发挥啊。 虚空是应该这样子才对。那么，如果空非空，那么把虚空变成不是虚空的包容，变成实体的、实心的，啊，麻烦大了。空若是实体的，比作阿难，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就是实体的呀、啊。当然不可以，不可能再容另外一个阿难，啊，不容阿难实体上更有花香出入啊，因为你是实体的嘛。啊，此凡显虚空以容为易啊。 又非实体，因为虚空不是实体的，可以，所以虚空可以容得下花，既容得下空花，则是虚空；既是虚空，就没有内外；既无内外，哪有出入呢？银何说花从空而出？此之破法，名为道破。牛破竹从烧，烧就是数字的末端。哎，先破数字的末端，叫做烧，我们称树烧树烧啊 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啊！啊，为什么？比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眼睛，眼睛啊，就像你家的门一样啊。诸位，你白天从你晚，你白天从家出来，晚上呢，当然从你家的门进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眼睛啊，有出当然就是有入啊。所以若目出者，这个狂花，假设说是从眼睛跑出来的，跑到虚空来的啊。 既从眼睛出，当然就一定要从眼睛入嘛，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虚空中的花，假设说从人间的见性的眼睛出，既然从眼人间的眼睛出，那么就一定会从眼睛再入，出入都在这个眼根，就像门呐、啊，啊，出入你家的门一样，眼根就像门呐、啊。若从目出，有出必定有入。 啊！既然从木而出，还要从木而入。即此花性从木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气即花空啊，闲何见眼？若无见者，出即一空，闲当一眼。这一段要注意听。啊，前面呢、啊、要配合前面解释啊。假设说，这个花，空中的花，是由眼睛蹦出来的。 在这里，假设说这个假设，假设先这样假设成立了哈，佛陀在讲出这个矛盾的问题出在哪里？眼睛既然会出狂花，即使花性，因为是从眼睛出嘛，啊，即使花性，因为从能见的眼睛所产生的，当然它就一定会有见性啊，因为，啊，从眼睛出，眼睛就是有能见的见性啊，啊，所以这个花。 只要从能见的见性的眼睛跑出来，当何有见？见就是应当就有能见之性啊，能见的能力啊。因为它是有情物嘛，就像啊，啊父亲母亲呢、啊、是有情物啊，生的儿子当然就有情物啊，不会生出无情物啊。啊，眼睛是有情物的能见性啊，当然生出来的应当有能见的能力呀、啊。啊，再讲一遍，如果说这个花。 是从眼睛的有情物的能见的见性的有情物跑出来，那么这个花性当然一样是有能见性的能力。若有见性的能力，离开这个眼睛的时候，这个花会跑到空中，气急，气就是离开的眼睛啊，气即花空，离开的眼睛，那、这个花显现在空中虚空中啊，这个花回来。 闲和而见眼？这个花因为有见性嘛，回来应当看到自己的眼睛，但是可惜看不到，表示花不是从眼睛出。咦，这个花有见性吗？对不对？闲和而见眼？回来就会看到自己的眼睛。哎，因为花是从眼睛出嘛，眼睛啊、呃、出现这个花，那么这个花就是有能见的见性，能见见性从眼睛出回来。 就会看到自己的眼根呢、啊，花从眼睛跑出去，花回来的时候，哎，这朵花会看到自己的眼睛啊啊，这弦和而见，回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的眼根了、啊哎。事实上没办法、啊，若无见者。好，现在有情物的见性、呃、产生有情物能见，现在就是啊，眼睛的有情物变成无情物，若无见者，哎，出去的时候这个花、呃、是。 无情物的无见者，没有见性的，那么没有见性，出即一空，意就是障碍，障碍啊，因为它是无情物啊，就一朵花，障碍这个虚空啊，在花，花显现在虚空当中，虚空被花所障碍啊啊，就是出即一空，意就是障碍，啊哎，出去会障碍到虚空，回来会障碍到什么？会障碍到眼根啊，咸当一眼啊，回来就会变成障碍。 自己的眼根呢？啊，再解释一遍，这个花的性子，空中的花的性，啊，来讨论。如果从能见的见性所产生的，那么因为能见性一定会产生能见性的花性啊，所以好，先从能见性来讨论啊。当和有见，应当这个花是能有见性的。 这个花如果有能见性的能力，若有见性，离开眼睛，那么在空中显现的时候，哎，我们去的时候，花既然显现在空中，因为是能见，回来就一定会看到自己的眼根。如果这花出去是不能看到，出去就一定会障碍空中，因为它不是有情物，是无情物，回来就一定会障碍到自己的虚空，哎，障碍到自己的眼睛、眼根。 此双也有见无见破。若为此花是从木而出，木以能见为性，即从木出，何当有见呢、啊？对不对？既然从眼睛出，当然就有见性啊。如世间有情所生，定属于有情啊。爸爸妈妈啊，呃，生一个儿子，当然不是生树木啊，一定是生有情物嘛，定属有情嘛。若果有见出出去，即为花一空。 玄龟之时，何当见也、啊？若无见者，谓此花性虽从木出，体本无见，但能遮障，但能遮障，则出气时，则出气时，即一障一空。至玄龟时，当一障无言，以理推之，是所必然。三百六十四页第二行经文，又见花时，木应无异。 银河晴空好清明眼，啊，这句话是假设说，若说眼睛看到花，表示花已经跑到虚空了，那么眼睛就应当没有病啊，啊，因为眼睛没有被花卡住了嘛，对不对？这句这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见到虚空中当中虚空当中的花的时候，你的眼睛应当就没有毛病啊，意思就是，但是其实是有病了啊。啊 云河就是为什么要到晴空万里见到晴空万里，啊，好清明清明眼就才叫做清明眼又见花时暮莺无意，银河晴空好清清明眼，啊，清明眼，再讲一遍。若说你的眼睛看到虚空中当中的花，这个时候就表示，因为你花跑已经跑出去了嘛。 这眼睛应当没有毛病，为什么要到眼睛看到整个晴空的时候才叫做清明眼？意思就是其实眼睛有毛病啊！哎，眼睛没有毛病，应当看到清明眼啊。那你看到看到虚空当中的花，当然眼睛不可能没有毛病啊。这眼睛有毛病，是不是？是，哎。 所以佛的推论呢，就是显现矛盾。当你看到虚空当中的花，花已经从你眼睛出，你眼睛应当没毛病。事实是有毛病啊！为什么要等到看到晴空万里才叫做清清,清明眼呢、啊？此紧接上文，出即一空，又则目见花时，花即从目而出，目中应当无异，花已经出了。 眼睛应当没毛病，而号清明眼，云何二际烦难？云何现见花空，乃为一眼？必见晴空，方号清清明眼。为什么呢？有见无见，两者俱非，足真花非从目出。上面空花，鼻以色音，推就非从空身 哎，非从目出，就比喻瞬间已尽；尽就法来讲，色因非从虚空而生，啊，系凡外凡夫跟外道妄执色从虚空中生。他把世界七分七分，重重分析，哎，把这个有相的世界重重的分析，分析到颗粒为尘。 西至灵虚城，接近虚空，叫、就是灵虚。第二个字就是灵虚，息那个虚就是虚空，灵就是接近，灵虚城就是接近虚空。再西即入虚空，意思就是色直色可以分析入空的意思，所以直色相分析到极尾，就可以分析入虚空。虚空定能出生色相，啊。 故直色从空生啊，此方儒家、道家二教，儒道二教，皆为虚以生气，气以,以成形。有气它就会成形，是万象固本一,一气。而一气乃始于太虚，以西域的哎，西方的啊凡外西域就是印度了，凡夫外道，此气相同。今本文法域。 皆是破色从空生，色不从空生，以空比心中真理，真理不动，何尝有法可生呢？是因为我们动念，了解了解缘起无性的东西，啊，气不从空生，亦无内外出入等相，凡外都直色，设法从空而生，所有众生都是这样，包括小圣的，吸色入空。 包括小圣都是这样，总是有一个最小的单位，颗粒为尘为单位，就是为尘相啊。这个就是大小圣的分水岭。大圣是尘无成相，尘仍然空无自信，尘有方分佛，佛问这个尘，这个即、这个、为的颗粒为尘，有没有方分？就是有没有体积啊？有，不可讲即为。 都可以讲即位，还可以再分嘛？对不对？啊！那佛陀说，那集多少空可以变成一个即位？我们都知道，集虚空不可能变成一个色啊，永远不可能的。集任何虚空都不可能变成一个颗粒围尘了、啊。虚空无相，哪里有有办法的？这卖云世字不打，世间人的智慧是不了达。太虚到底从何所来？太虚是妄动而来的，无名妄动。 真心掩盖盖住了啊！本来是一真啊，平等法界变成了啊无形象的太虚，太虚就是虚空啊。世间的智慧不能通达究竟的佛意佛性，平等法界一真，没有什么分别，无同无异啊。世间的智慧不能了达佛的智慧啊，认为那、呃、虚空是怎么来的呢？啊，从何而来？身界起穷根本乎，就是。 连虚空都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虚都不知道虚空是从真心妄动而来，那还谈论到什么身呐、啊、界、啊、身体啊、七世界、起穷根本，那就是没有办法穷其根本了、啊。追求到最最后，就是不不究竟啊！所以，全世界宇宙的真理就是只有佛法最究竟。色音非从目出，色音绝对不是从目出，法中以目。 比作真知，何尝有法可出？若为色从真知出者，即此色法当何有之？出即为色一空，闲当之心啊！若无知者，出即障空。如果不知道，无知啊，那就是无情物，出即既然会障空，闲当障心收回来还是会。 啊，还是会障碍我们的心呢、啊？啊，底下这是一种假设一般的常理。又迷则射出心因无障，悟则射入心因有障。这是用世俗的观念显示他的矛盾啊。若就是又迷的人，啊，射出就空中的花。哎，空中的花从射就是从空中的发，啊，就是射发。 而出，啊，就是空中的话，啊，话一出，心应无没有障碍，啊，是迷则色疏，在迷惑的时候，认为空中的话已经出了，那么按照道理，心中应当就没有障碍了。哎，三百六十五页，反过来说，悟的人啊，收色归心，返回来，把这空中话收回来心，心就变成有障碍喽，心应有障了这世间人。 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但佛陀说这个是矛盾的啊！云何一定要无有烦恼障、所知障、恶障？我以如如智照如如理，方号为清净心乎？哎，这不困难，结妄归真，是故当知，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是花相，非从空来，非从目出。 既不是虚空来，也不是眼睛跑出来的，那么就应当起智观察，比喻之法，用比喻知道这个法。所有一切声音，无非业转之劳相，维系的啊，业转之劳相。同比狂花，啊，由瞪目发劳，虚妄显现，无以异义也。 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凡受相皆虚妄，就是所有的相都是缘起虚妄显现而已。那是因为真心迷了，认为有相；真心悟了，相不可得。以本无身体，也虚；由心业未现，也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虚，什么是妄啊啊！以本无身体，因为本来就没有。 本来没有任何的生之体啊，一切法本质无生啊。啊，所以这个是虚啊，啊，有心业未现呢、啊，因为是业感言其所现的假象啊，业感言其所现的未相。我们一出生就面对假象，而活到年岁大了，学佛才知道哇，万法原来是假象，原来是未，是虚未之相。 万法无有真呢，有形也未现也旺，当知是教务意，教导令物的意思。哎，这这教务意，就是当知这是教导令众生误入本性的意思。上一句是教务相望，下一句是教务性真。所以，把复杂的宇宙回归到一心，就是凡所相都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如果如果你看到种种细微之相而不找，这个时候，真心就行。修学佛道，首心第一啊！修学佛道，认识真心是第一，所以明心见性是修行的根本。不可以迷迷糊糊的念佛，要念得很有智慧；不可以迷迷糊糊的诵经，要诵经诵得很有智慧。 无论你念佛，无论你诵经，都要践行。为色阴之法，光向云望，观性圆真，若生若灭，皆不离当处。所以万法为什么要回归当下？因为当下放下就是真，即不离自心；若狂花不离虚空，花体就是空体。由本如来藏常住不动，体恒无变，不非因缘。本如来藏妙明周延，用恒随缘。 不非自然，哎，还是离不开一年法，但不是一年法。一一即妙真如性，果能善用其心，起智观察，啊，清近色音根本，即此色音便可通达实相意悟道，在一句话就可以悟到。哦，色即是空是什么意思？现在了解了吧？色即是空。 设法就是真心。设法是妄，当体即空就是真心的显现，所以设法在悟道的人来讲，是做佛事的地方。那文殊讲堂这个设法，就是道场啊，就是道场啊，对不对？一颗石头在前面，这个就是真心了、啊，能悟吗？ 这石头是缘起，是性空，是假象，不找啊！变成一颗颗粒为尘来看待一件事情，颗粒为尘，一个颗粒为尘就是含参三,三千大千世界了。一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即一切，一切为一，是什么意思？一个颗粒为尘，你就是缘起，就是性空，一朵花。 是缘起，是性空。一棵树是缘起，是性空；一座山是缘起，是性空；一个星球是缘起，是性空。我像人像众生像，哪一个不是缘起，不是性空？无量的星球，翠微微尘，一样。啊，为什么在啊一季里面一个颗粒微尘？ 可以破出三千经剑，一层破出三千经剑，为什么有这个能耐？一个颗粒围尘，真理全部寄住在里面。一个颗粒围尘，所有的无量三千大千世界真理，通通在这一个颗粒围尘的真理里面。所以，悟了就是树下、山林、水边呢，哪里通通是道场，没有一法不是道场。百货公司也是道场啊。 啊，我我是讲讲比较啊那个、欸、远一点的了哈，包括你歌舞，迷着众生，哇，那迷着是唱歌跳舞，对不对？穿那个很少的，哎、欸，哇，那看众生看的迷惑颠倒，那悟道的人没有东西哦，也没有舞台，连舞台都没有，你看很多人，哦，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有看跟没看大悟的人有看跟没看，他一样啊。他没有这种东西可以看了，他他眼睛内心充满了智慧，眼睛一看，智慧马上就透视出去。这个这缘起如幻的东西呀、啊，哪有一个人在那边唱歌？哪有个人在那边跳舞？跳什么钢管舞啊？他说：“他说，哎，世间众生妄迷惑到极点了、啊。大悟的人，你看没有东西哦。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这是是功夫的问题了。 那慧迷，慧迷就是众生啊，啊！物物物没有东西、啊，连物都没有这种东西，也也没有加一个物质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大悟的人，六尘不二，还同正结没有什么雅不雅这种东西。这啊、呃，贴一张啊、呃、不是很雅的照，呃，这个海报啊、呃，就假设说了哦，哪里有什么电影啊？哎，这次。 演的就比较入骨一点啊，贴着海报，哇，这个世间人看，哇，这个不好啊，尬拍音啊，打谁啊，对不对？这个世间人啊，当然，所以孔子讲的哈、哦，儒家讲啊，是吧？非礼勿视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哎，这个算是不错，叫我们没有符合礼节的、符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 哎，儒家的思想是这样，所以儒家的思想还跟佛教嗯不能相提并论。我这个六尘不二，还同正觉，没有没有什么不能看，没有什么不能听，没有什么不能讲，啊，是不是、啊？为什么？只要你的真心显露出来，见性。哎、啊，所以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 二人行正法，正法一显，就是看这个人的心。所以大悟的人，他见性，他以慈悲智慧相应。所以大悟的人骂你是你的福报，为什么？他通达慈悲心呐、啊。哎，但是那个世间的人骂你了，那你业障很重、啊，因为那个是嗔恨心了、啊。同样是骂。 一个是连接在慈悲心、智慧心，一个是连接在嗔恨心。他是恨你啊，才骂你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佛法它是心法，所以宁与智者同哭，不与愚者同笑，就是这个道理。我宁愿跟有智慧的人一起哭，也不愿跟一个愚痴的人一起在那边笑。就古时候的人在讲话，真是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是不是啊？啊！ 细汉的时阵哦，我妈妈讲了一句话：“你得看人食肉，唔通看人相拍。”嘿，那时候哦还听不懂啊。为什么啊、哦？国语讲你要看人家吃肉，不要看人家打架啊、哦！你都要看人食肉，唔通看人相拍。为啥？看人食肉有时还去寻到一块啊，对不对？啊，看人相拍了寻到亲戚变乱，两个人相拍家都相抬，对不对？寻到。 多请阿力，你给说，所以爱看人吃吧，唔通看人肖怕哦。这意思就是说，要接触好的环境了哈、哦。这个、就是，是哎，你一定要接触好人、好的环境，你就会分到一杯羹。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善知识啊，好的环境啊，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所以，记得你不要交到坏朋友，一个都不行。好了，啊，我们呢、啊，今天呢、啊，讲到这个地方，啊。 诸位，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在座诸位护法，积师大德。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以及黄陵牌位八度折，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见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送人严重。欲令阵法重现，当推手楞严大经。若欲忏悔灭罪，或欲行出世善法，立大功德。 欢迎随喜唱录《大佛顶首楞严经》VCD、DVD。法师需及时，良机不可失。若遇发心者，请亲洽高雄文殊讲堂，或以画播方式著名注明著录《楞严经》光碟。邮局画拨账号：零四七八九八五一。 故名林一谦，汇律法师俗名。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